好，咱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市场上的一些情况啊。开始之前，还是先测试一下，同学们可以听到吗？没有这么显示上去啊。啊，墨尔本可以啊。OK。好，那就废话不多说了，咱们开始啊。今天周四的话，市场当中有两个重点的关注的数据。第一个是晚间8点公布的这个11月份的英国央行利率决议，啊，加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今年的一个加息的次数在8月份已经用完了，那也是为什么英镑最近走得非常弱的原因。我觉得从11月到2019年。啊，2019年第一个季度的时候，英国央行加息的概率都是极低的，非常非常低啊，几乎可以保持啊，几乎可以，不敢断言啊，大概率的会是10%左右的这么一个加息的概率。现在我们看到在晚上的话，还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失业金的申请人数，那么它的一个在本周数据面当中占有的权重啊，不如昨天这个小非农来的高。我们看到小非农所公布的数据，我们昨天看到机构的预测值其实并不准确。那么小非农在大幅利好美元的情况下，昨天我们看到美元的多头又开始走了一个非常强劲的短期的上涨。那现在来讲的话，我认为第一个是今天的一个英国央行的利率决议啊，第二个就是在明天晚上的一个数据，这两个将会引导本周的一个，所以说从综合面来看的话，整体的方向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啊，整体的方向并没有出现太大变化。所以说，包括市场当中的这些非美货币的反弹啊，包括这个黄金的下跌啊，包括昨天英镑的一些短期利好的反弹等等等等，我认为，它的持续性还有待市场进一步考证啊，可持续性还有待市场进一步考证。所以说，综合来看的话，市场现在的主流情绪还是美元的多头以及非美的空头在阶段性的反弹而已。所以说，大家在整体的战略上不需要做过多的调整啊，高空非美，低多美元依旧是现在主要的思路。好，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一个行情当中来看一看低多美元要多啥啊？OK。美元对日币现在是上破到113，上破到113，然后一个结构性的回调啊，一个结构性的位置就是去做单的一个啊，现价这个位置就是做单的区间。但我自己也在亚盘之前在112.84的位置买入了美日，现价还是可以进啊，现价还是可以进。大家可以用挂单入场啊，如果担心点差问题的话，也可以在112.850直接挂单啊。如果点差比较低的话呢，现价直接进也可以。问题不太大，好吧？止损的话放到112.449，啊，我自己是放在444啊，我就，可能有的同学觉得这个数字不太吉利啊，我们就往上放一点，112.449啊，445啊，446啊都可以啊，不要放444就可以了。第一目标保持一个啊，保持大于等于1:1吧，113.244啊，113.245啊，113.245，第二目标往114看。啊，往114看，我觉得总体来讲，综合来看的话，美元的一个情绪现在仍旧没有出现大幅的衰竭，就是97，我们看到美指在97并没有出现非常大的向下回调的幅度，包括日线上也没有出现这种所谓的反转现象和形态出现，所以说，从整个市场的盘面来推断的话，美元还有上涨的进一步的可能。那综合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在明天晚上的这个非农数据啊，明天晚上的这个非农数据是否会有利于美元进一步走强，以及为接下来的加息打下确定性的基础。我们看到现在其实12月份加息的概率其实挺大的了，
是吧？现在已经进入到十一月份，所以说往往在加息的前一个月，那所有的货币它都会提前去消化它的预期啊，提前就会去提前释放它的预期。那真正在加息那段本那那一周之内呢，可能会去反而容易走出一些反转行情啊，因为市场的情绪到头，预期释放出来之后就开始出事实，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去走一些反转的行情。所以说，这是我们经常看到英国央行啊在加息之后，它往往会出现非常大幅的下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市场很多时候是跟我们所常有的思维和逻辑它是相反走的啊，相反走的。你可能认为，哎，央行加息，那我货币自然增值，是吗？但是呢，市场当中它往往会走出一些相反啊，相反的这么一种这么一个现象和行情出来。所以说，在明天来看的话，最重要的啊，就奠定十二月份加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十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数据的报告。啊，它如果大幅利好的话，真的像预测值 190K 大幅利好，前值134。我们看到其实上次公布的这个九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数据其实不太好，但是不太好的前提下，美元并未就此走弱，美元并未就此走弱。那本次的一个非农就业人口数据利好的话，美元如果走强的话，那基本上可以说十二月份加息就基本上成了定局啊，这个时候美元我认为大概率的突破97啊，我认为大概率的突破97继续往上去探新高的概率其实很大的。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顾虑啊，这个顾虑就是关于中美两国的这个关于川和习这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谈判啊，一个谈话，就是在川习之间谈话的同时，在这个区间当中，那人民币它的一个这个汇率应该是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破位的行情，就会在七，在 6.9 和七这个区间当中稳定住啊。另外股市在这两个领导人会见之前也不会出现太大继续向下的波动，可能就维持在当前的一个上涨过后的回调之后的震荡啊。注意这句话有点绕啊，上涨之后的回调之后的震荡，目前来讲就是一个震荡行情啊。我觉得在整体的一个起码11月份来看，11月5号之前，我认为市场当中的一个方向性都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啊。第一个是七中选举，第二个是川习会，这两个的话就直接决定今后在美元的一个主要的走向。所以说在市场当中还没有形成特别大的变盘之前，我们依旧保持原有的思路不变啊，就是单边的去看涨美元，做空非美货币啊。今天来看的话，给大家去找到了一个每日现价就入场，止损40个点啊，两个目标。第一目标呢放在前高附近 113, 113, 第二目标呢放在前方高点 114, 好吧，做一个将近1比 2.3 的损1笔的交易计划。ID 啊，看一下6。好，那我们继续啊，继续。同学们手里的那个欧元的单还在吗？两个欧元的单，一个欧纽，一个欧澳。欧纽和欧澳的单还在不在？我看一看啊，是不是可以再平一些？我认为。但是这个行情今天走的又太好了，好到不舍得平掉。欧纽呢，今天。昨天走的最好的是这个欧澳，那欧澳，我们先看一看，我们昨天带的两单啊，欧纽和欧澳，欧澳，哎，在这儿，好，先看一看欧澳啊，就欧澳走的太好了，就是不想的把它平掉，但是就在交易当中有一个心理现象特别奇怪啊，就是我们可以去扛亏损，但是我们呢拿不住盈利啊，这个心理现象很奇怪。所以说做交易有时候就是有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违反我们本身这个心理舒适区的一些这么一些行为在里面，就好比说在交易当中，哎，我们可能亏损之后啊，然后止损啊，觉得可以欣然接受，但是很多时候在交易盈利的时候，特别是大幅盈利的时候，感觉这个钱好像不是自己的，就拿不住啊，走想走，所以说总会有这么一个心理情啊、一个心理的情节在里面。当然这跟这跟市场它的一个
波动的幅度、它的特征，还有我们生活的一些经历，还有自己的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的 personality 啊 personality 自己的个性也有关系在里面，还有这个生活所带来的一些经验啊经验主义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综合来看的话，我记得郭老师之前讲过一句话，他说教很多时候是反人性的。啊，很多时候是反人性的，所以说很多时候你需要去跳出舒适区，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在交易当中你要破相，破那个相，什么相呢？就是对于行情的这个直相。很多时候我们在去做交易的时候，可能哎喜欢摸顶抄底，对吧？喜欢摸顶抄底。像昨天我们这个地方啊，像在之前的啊，像在之前的这个黄金的多单，对吧？黄金的多单，你看走到1230，走到1240等等等等，都是一个多头行情，但是突然间下破了，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来不及去调整你的思路，或者你不肯放掉这个当中对于行情多头的这么一种直向啊，这么一个向，所以说你要去把它破掉，破掉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之前经过分析，包括经过判断，然后呢曾经也做多获过利，但是就在最后一个多单你止损掉之后，你肯定心有不甘啊，因为很多同学在群里就经常问到老师这个哦黄金还能不能再多啊？那这一类同学当中就有两种人，第一种，只有黄金多单被止损出场不甘心的啊，第二类是持有黄金多单没有被止损想去摊平成本的这一类人啊，所以说这两个人他共同构成了在市场当中，哎，是这个他的一个参与啊一个参与者，他所以说会产生这两种疑问，就是要不要走掉，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去根据市场当前的一个走势去破掉那个想，不再去看多它。啊，不再去看多它，立马改变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在市场当中，你需要就是我们经常去讲的，就是说没有一个多头，没有死多头，没有死空头，只有滑头这个原因。啊，只有滑头，就是你也需要根据市场的长期的走势、中期的走势、短期的走势来去及时调整自己的思路和策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欧澳的话，现在是有一个大幅盈利啊，有个大幅盈利，是大概120点的盈利。从损益比上来看的话，从损益比上来看的话，1:2.4，当然我们如果去看啊，我们去看整体的趋势啊，这个地方是一个下破之后的继续延续的行情，那下方的一个支撑的地方啊，下方的一个支撑的地方，结构位置大概是在一点啊，大概是在1.5847啊，1.5874的地方，所以说啊，我个人认为往下走的话，至少还有。日内来看的话啊，至少还有一个3到40点一个下跌的空间，所以说这笔交易呢，我个人建议啊，同学们注意啊，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在现价的基础上再把它平一半，然后呢，最后一单剩下的三分之一的仓位啊，仓位直接设置固定止盈在1.5874的位置啊，这样的话你就压力比较小，因为。当行情下破的时候，那下破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那难点在于这个抉择的地方，就是你要不要去离场。因为下破之后行情浮盈扩大没有问题，但是往往会有一些微弱的回调啊，有些微弱的回调当中就可能让很多投资人拿不住单子，拿不住单子就想离场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去克服这个啊，克服这样一个现象。所以说在欧澳的交易上，我认为限价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手动再平仓一些，平仓三分之一，同时将止损移动到1.6010的位置，1.6010，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底仓的头寸啊，底仓的头寸将止盈设置在1.5874，将止盈设置在1.5874，好吧，然后呢，这笔单呢就几乎基本上就可以做一个了结了啊，它是一个简单的在交易当中我们去讲的 trading structure， 对吧？或者叫做这个。啊，结构当中的下跌趋势当中的反弹结构，价格自下而上回抽或者拉回，价往上走，还记得吗？结构啊，结构是如果价格从上往下落，你应该是做多；从下往上拉回，应该是做空。啊，按照一个基本的结构来做，那之所以有多空互换，我们之前去讲过它背后的原因啊，这个地方之所以会有多空的转换，是因为市场当中对于行情的一个判断。那使得曾经的多头开始转向去抛售自己手里的多头，甚至是变成啊抛售自己手里多头之后，他会立马去加
立马去重新调整自己的这个策略，开始反向做空。那反向做空，同时价格会拉到原来这个原来这个位置，然后它会保平离场，然后顺便去改手它的一个空头的头寸，然后进一步推使价格下跌啊，所以才会出现市场当中所谓的结构，就是说这个 K 线图它背后一切都是人的行为，图形的背后一切都是人的行为，这个你得搞清楚。造成人的行为是人的行为、交易行为、价格行为 （price action） 对吧？变成了图形，大概是这么样一个逻辑啊。所以说，在 1.59 这个地方，我个人是建议再平仓，平仓二分之一对吧？在这个地方平仓二分之一，在地方再平二分之一，最后留一个底仓，设一个固定止盈啊，放在这个底部的这个支撑的位置。这个支撑关卡，同时也应该是黄金分割的618%的位置。同学们注意啊，就是这个止盈的逻辑是很重要的。我们讲入场的条件是固定的，对吧？入场的条件是固定的，这个止损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有一个规则的，但是出场它是非常灵活的，就是出场你可以根据很多策略，一个根据市场的关卡价格、重要的支撑阻力位、黄金分割的618等等等等。那所以说，在这笔交易当中，我们就通过阻力位，是吧？你看这个地方有很多曾经阻力的地方，表示价格在这个地方密集成交过，行情走到这个极有可能会形成一些反弹，极有可能会形成一些反弹。第二，我们从低在这一波上涨趋势当中回调到618%的位置，那往往会形成不同程度的反弹，反转不知道，但是它一定大概率的会形成反弹。那另外的话，在交易当中，AB 等于 CD 走下来，那正好也是即将到达地点的一个覆盖范围之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啊，在这个逻辑上去推断出出场的价格是极符合交易逻辑的啊，和这个出场的思维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即使它再下跌，就是同学问到说，老师618这地方它如果再下跌怎么办？下跌就下跌呗啊，下跌就不关我们的事了，因为你要做到的就是在你的规则之内行事，出你规则之外的那些盈利实际上都不是属于你的，长线交易者那就再另当别论啊。所以说我们在作为一个短线出发的话，从一个日内交易变成一个从日内交易出发的话，那这种下来的一个交易质量已经完全符合出场的一个，已经完全符合这个出场的一个要点，好吧，完全符合出场的要点。好，再看一看欧纽今天是早上走出来的啊，昨天还没有走的这么漂亮。欧纽的单大家还有吗？欧纽应该也还有吧？看一看。欧纽止盈了。欧纽，我反倒认为这个品种啊，就是纽币的交叉盘啊，包括这些交叉盘，它其实它一旦动起来，它的一个这个波动幅度是挺大的。就它第一是喜欢走单边啊，第一是喜欢走单边。第二呢？它在走单边的时候，它往往会出现这种它往往会出现这周期会维持比较长的一段趋势。它不像这个磅澳它不像欧磅对吗？它不像这个它不像欧磅，它不像这个澳纽等等等等，喜欢走震荡，就喜欢去走到高点往下落，走到低点往上弹，对吧？像磅纽和欧纽，它往往一旦出趋势的话，它周期会维持一段时间。包括在某一个价格破位的话，那像这个地方，我们昨天也是用了同样的思维，就很简单的，这个思路很简单，就是回到结构位的关键位置突破，回到结构位就去做空，就不用想太多，不用想这个地方会不会走得更高的位置啊，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就去执行它就可以了。那现在来看的话，欧纽也是走到了盈亏比啊，我们从盈亏比上来看的话，也到达了1:2.5。我们三个原则，第一是关卡价格，第二是盈亏比是否适度，第三个是基本面有没有反转。那么我们从这个当中来讲的话，那这两个交易，这两笔交易从满足两个条件，我认为就可以出场啊，就是在这三个条件当中满足这一两个条件啊，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条件就可以选择离场。那我们看到关卡价格已经到了啊，关卡价格基本快到了一点啊，这个这个
1.73 啊，本来它的关卡价格是在1.73，对吧？已经下破了。从盈亏比来讲的话，到达1比2.5，一比二点五也是在短线交易当中是极为合理的，或者是非常优秀的损益比啊，交易质量很高。那第三的话就是基本面反转，基本面上来看，现在还没有反转啊，因为现在欧元的基本面要弱于纽元纽币的基本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非美货币当中反弹最厉害的就是两个货币，一个是澳，一个是纽。什么原因？我昨天讲过，基本面啊，就是其实不要看澳币今年以来贬值的幅度非常大，但是呢，它的基本面是优于欧元的基本面的。欧元它虽然说基本面为什么呢？两点原因，是因为第一是经济基础啊，经济基础，澳洲的经济基础要比欧元的要好。第二是政治风险，就是欧元现在唯一能去带领欧元区啊光复的一个国家就是德国，对吗？德国它的一个执政了15年的一个总理，德国是总理制啊，执政了十五年的总理默克尔，现在他率领的基民党在德国这个国家的支持率大幅的下降，他甚至在今年已经提出了他要离任党主席的一个这么一个计划和预期。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推动情况下，欧元目前来看前景比较暗淡啊，前景比较暗淡。就即使美元回调的话，那欧元在如此大的压力下，那跟英国之间的谈判现在也是处于一个非常焦灼的状态，就是内忧和外患使得欧元区现在陷入一片焦灼。那另外意大利，我们讲过意大利问题是一块雷，对吧？那欧元在德国出现这么大的情况下，如果意大利再次出现金融动荡啊，出现这种右翼民粹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话，那会使得欧元区陷入一片混乱。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现在在非美货币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欧元它的反弹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弱的啊。欧元的反弹力度非常弱，那就会在另外一个层面去支撑美元的一个上涨，因为它是在美指当中占有权重最大的。哎，大家能明白这个逻辑吗？啊，它会去，即使其他的非美货币反弹的话，就对美元造成的影响相对有限啊，对美元指数造成的影响相对有限，主要的就是欧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回到短线上来看的话，现在还在下落啊。我认为下一个目标啊，在我们今天日内一个比较理想的离场的位置，就是在1.72整数关卡。走到这儿，我们就甚至可以直接把止盈就放在这儿。直接把这个底单的这个止盈就放在1.72的位置。哎，1.72的话，我们用黄金分割来看一下啊，它就是这一段上涨趋势的50%啊，50%的位置，50%到618区间吧啊，50%到618区间。至于会不会继续下行啊，我认为你做交易就把它分成单独的个体来看啊，因为如果是做长线的话，你大可不必走掉长线，但是你也必须得做长线交易的话，你也必须得有这方面的定力和去承受一定的痛苦。我们再去讲过，长线交易是很痛苦的，因为在交易当中你不知道啊，会带来这个再进一步把趋势加强啊。第二是这种回撤你受不受得了？第三是能不能耐得住寂寞啊？长线交易一定是要耐得住寂寞，因为市场当中的诱惑很多，每天这些假动作很多，消息驱动很多啊，这种反复来回倒腾的时间也很多。真正出趋势的时间只占到大部分时间的25%和30%，我们之前做过统计，对吧？但是趋势一旦来，它就是大行情。所以说，在这75%的时间当中，你能不能去耐得住？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如果自己耐不住的话，那么我们就把它当成短线来处理啊。短线来处理的话，第二目标我觉得就放在这个，就放在这个1.72的位置。当然，现价可以再减仓1/3啊。那底仓我们跟刚刚欧澳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手法一样啊，设一个具体的止盈，然后呢就走掉啊。至于未来会不会继续下跌？继续下跌的话呢，再继续做空就可以，这样一单一单的去做，好吗？这样的话就避免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保持思路的高度一致性，保持思路的高度的一致性。所以说，
既不把长线当短线做，也不把短线当长线做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单，或者你刚开始入场用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入场，你就用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样就不会像有的同学经常会碰到，哎，我做长明明想做长线，但是短线日内跑出这么大的一个波动的幅度，我又想离场，但是我内心告诉我是做长线的，但是我又不愿意离场，结果一反转下来，心里耐不住寂寞，手动把它关掉了啊，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所以在交易当中。保持思路的高度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易者？你是一个日内交易者，你是一个长线交易者，短线的利润你就应该忽视它。啊，短线利润就应该忽视它。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对对对，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交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啊，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很多同学不知道，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思路，这个思维和思路很重要。看一看油吧，油我认为，这已经跌的啊，已经跌的不行了啊，油已经跌的不行了。现在在中继，那由下破之后在66形成中继，中继之后1小时当中出现大阳线大阴线下跌啊，大阴线下跌，趋势来看的话，我们用均线看一看，我们再去讲过你，如果不知道当前是什么趋势，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做，你就简单的通过1小时、4小时，你把这个均线调出来看一看就行了，不需要用很多工具啊，均线的交易当中是既简单又实用，而且呢又系统的一个工具。不需要用到很多啊，均线它，因为它是拿过去的价格做的统计啊，过去的价格的高低，它直接影响到未来趋势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它是相对和独立和客观的，不需要拿很多指标来去判断它，一根均线就够。所以说有时候再去不知道是什么趋势的时候，我们就拿均线出来看。那另外在市场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均线是这样子走的，那中间在这个交易上，你比如说这个蜡烛图啊。一直是围绕着均线上下在波动，那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就是没有趋势，没有趋势，它就是 consolidation，就是你需要做一些震荡，在均线附近来回上下盘，没有出现这种均线压制之下的一个趋势的话，你就做这个震荡交易，OK，就做震荡交易。所以说，均线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区分趋势，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哪些行情它不在趋势当中。在趋势当中的话，你就单边的和单纯的去思考，我需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入场位置，需要用什么样形态去找到那个依附趋势交易的方向。在原油的一个过程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之前在66这个地方告诉过大家啊，66.80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做空的位置，对吧？有做空的同学继续持有它，没有做空的今天还有机会，就是这个结构现在要下移了啊，下一道，啊，这个结构和这个节奏啊，现在要下移到69，所以说在今天日内当中，如果原油有向上反弹到69的话，哎，这个地方又会成为一个绝佳的买点，一个绝佳的卖点啊，一个绝佳的空点，short。往下去做空它，啊，不需要考虑太多，你不需要说看左边有没有支撑阻力位啊，我去做反弹，不需要啊。这当原油走这样的单边的趋势的时候，不单是原油，各种品种啊，再去走这样单边趋势的时候，你就去做它的一个趋势交易就行了，不需要考虑太多。那推动原油背后下跌的力量是政治因素，我们讲过沙特问题啊，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上升到国际，引起了国际的高度的关注，美国记者在沙特被杀掉。啊，美国记者在沙特的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国际的高度关注，所以说，一旦形成，啊，一旦形成制裁的话，油价还会有下跌的空间；形成进一步制裁的话，油价还会有下跌的空间。你说美国，油价下跌的话，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啊？油价下跌，同学们注意啊，油价下跌，美国就可以去从其他国家，从加拿大啊，从这个，因为它是国际油价嘛，对吧？国际油价从加拿大，从这个中东。这些地方开始去
买进便宜的原油。油价上涨的话，它自己就成了出口国家，因为它现在有页岩了，对不对？它自己国家也有原油，它可以出口。油价上涨它出口，油价下跌它进口。科技啊，这是科技的力量。好，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原油的一个总体的趋势啊。今天来看就是关注在66这个地方反弹上来，往下做。日内当中的话，原油设置100，设置1美金啊，设置1美金左右的止损就可以了。80个点到100个点左右的止损，那这是原油的止损的设置的方法。66走上来就往下继续做空。月线，我的天呐，都看到月线去了啊！月线当中是一个大阴线下来啊，月线当中是大阴线。月线当中是大阴线，这是08年，那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下来，走上去，再下来，走上去。那个月线，我倒还真没研究过，我很少去研究月线的，最多看到周线了。周线上是已经破位了啊，周线上是绝对是一个看空的讯号。啊，当这条趋势线被周线，当这条趋势线奠定了它的空头趋势，有一个假突破，双 K 反转下来，连续一二三次，连续4周啊，就是一个月的下跌。周线上来看，原油是看空的。啊，我刚刚讲的是短线，短线上我觉得还是一个高空的思路啊，不变。下方有一个支撑位是在64。啊，在64，往下走还有一定的空间啊，就是做空的话，短线上做空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空间。进得到啊？怎么进不到？可能进得到啊？就是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下，行情就是这个样子。你如果没有耐心的话，你可能就会频繁的动。或者是说在不好的位置动啊，有一些耐心的话，市场会提供给你比较理想的入场价格，比较理想的入场价格，好吧，这是原油。再来看一看，再来看一看，今天讲的棒日啊，早上有同学问到说棒日还能不能空啊？我给的一个建议是棒日暂时不能空啊，注意是暂时不能空，不代表以后不能空。就现价这个位置为什么暂时不能空？因为英镑反弹的太强。啊，英镑在昨天出现了一个日内当中出现150点的反弹，啊，这种反弹是一个触底之后的一个，我们叫做物极必反啊，触底之后的一个反弹，所以说它并没有改变趋势。同学们注意啊，英镑的反弹并没有改变趋势，所以说在整体的趋势上，我认为，现在它处在一个多头的一个短期的反弹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在磅系货币上，英镑啊。磅美呀、磅日啊、磅瑞呀、磅加呀，先暂时先放一放，咱先不去做空它，因为至少现在这波反弹行情它的一个力量逐渐衰减之后，我们再考虑，哎，要不要找到一些位置去空一空啊？这个位置来看的话是比较极具诱惑力的，但是昨天来讲，我们单纯的从蝴蝶形态来看的话，这个空点呢，第一时间的空点已经过去了。我们讲过，就是说用蝴蝶做，你要是做。第一时间入场，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就是在低点，行情走到低点，对吧？行情走到低点，你第一时间入场，我们叫做 fresh area，那在这个地方你去最新鲜的一块区域，你去做空它的话，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再次走到这个地方，就弱一些。还记得我们之前在我们上周有一个在讲欧盘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欧元对英镑的带单还记得吗？A B 等于 C D 是吧？它是走到那个低点的范围之内，第一次已经达到下面的目标了。然后呢，第二次反弹上去，我们又做了，但是做的就像今天在棒日这个地方的案例一样，做空没有问题啊，思路逢高做空没有问题。但是这块区间它是第二次打入到这个里面来，打入到这个里面来，所以说你要做的话效果就差一些，我就不建议大家去做啊，这是为什么不空棒日的原因。但是从方向来讲，我认为还是一个空头走势，我认为还是一个空头走势。先关注一下吧，好吧，先看一看。
那这个145呢，145点145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域啊，这个地方也是个比较重要的区域，不一定会突破啊，暂时先不空它，暂时先不空它，好吧，我们留一手观望一下。Gold，Gold，黄金，刚刚讲过了，黄金这个思路也是要做调整了，不再去高空啊，不再去高多，逢高冲高逢低买入啊，不再去冲高逢低买入。那现在的一个交易的方向就把它转换一下，还是单纯的用这个阻力去啊支撑结构来看它。同样的，我们调均线来看的话，现在也是拐头向下了，对吧？行情在在1230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看这个位置啊，出现了转头的分化，就是从1190到1230这一段趋势的上涨，在这个地方它就告一段落了。行情在往下走，那同样的价格是走到了50均线之下，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多空分界来去分辨黄金现在的一个主要的格局。它就是一个由多转空的周期性的变化，所以说当周期性的变化，美元再次强化的时候，那黄金的避险情绪也因为美股的反弹，也因为全球股票市场的反弹，逐渐的兑现利润离场。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最近开始慢慢的又开始走弱了，对吧？所以说全球股市的回暖，这种避险情绪的消散，那使得最终黄金还是回到它的基本面上来，什么基本面？就是跟美元相关的基本面，美元走强，黄金走弱。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去再次回到原有的那个思路，就是去逢高做空黄金。比如说今天的一个日内当中啊，今天日内当中一个高空的点位呢，就是在日内当中高空的点位呢，就是在1221啊，1221到1222这块区间当中走上来，往下去空它。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说你的美元的多头的头寸不需要持有太多。比如说我们刚才去多美日，对吗？刚才去多美日，那空方向是差不多的啊，方向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在这两个当中，你可以去分散筹码，对吧？分散筹码去解构你的头寸，对吧？一手当两手做，那或者是选择一个去做就可以了。啊，我个人说建议去分散头寸和筹码，有利于降低你的 equity curve，就是桌量，你的交易曲线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分散投资的话，或者是去用多品种来用一个策略在多品种上实现一个去交易的话，它有利于去降低你的回撤。啊，有利于降低你的回撤，这个是量化交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量化交易当中非常重要的课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金在去交易的时候，啊，很多大型的基金在去交易的时候，他们会制定几个不同的策略，但是这个策略呢，他们就会去分散品种，啊，比如说欧元，它就不会单纯的在欧元上进行交易，可能交易欧元、欧澳、欧镑这样去分散品种，有利于去降低交易曲线的回撤。啊，我们在自己的交易当中，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在分散头寸的时候呢，你去把单纯的一手把它分解成两个不同的品种来去交易的话，虽然是同向的，但是也有利于帮助你去降低这个资金的回撤程度，分散品种交易或者投资。降低资产资金的回撤啊，其实这个是投资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啊，投资学。啊，这个是投资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跟我们在去做日常当中的一些资产的配置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在资金比较大，你在房地产当中去配置一些，在这个国家的债券市场上去配置一些，对吧？然后在股票市场上配置一些，等等等等，这样子有助于帮助我们去分散风险。分散风险实际上它就有利于降低资金的回撤，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啊。
巴菲特也不会啊，巴菲特他也不会去重仓，全力重仓一只股票啊，他也是分散投资啊。这个理念最早是他提出来，其实最早不是他提出来的，是英国的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亚当斯密就是写《国富论》的那个啊，他后在晚年的时候提出了这个理念。最早因为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投资学，那个时候就饭都吃不饱，是吧？就不。那后来在晚年的时候呢，亚当·斯密就提出了这个关于投资学当中的一个理念啊，就被延续至今。用的最好的就是巴菲特，然后后来也被马克思抄了一遍啊。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呢，马克思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哲学家的东西抄一点啊，那个思想家的东西抄一点，最后就融合成他自己的体系，而且他是完全是百分啊、呃、照搬啊、呃、这个照搬不误的拿过来，尤其是在他的《资本论》当中引证了这个亚当·斯密的很多很多理论，基本上一字不改的就拿过来啊，这马克思。好，再来看一看美加也是走到了高位啊。高位，这个位置好像不太适宜再去多了，但是趋势还是蛮好的啊。美加趋势上，原油在下跌，美加在上涨，这种单纯的一个啊，这种单纯的一个负相关的关系啊。现在是美加也是依旧是在上涨的趋势当中，但是。1.31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些阻力，好像有一些阻力。这个阻力是来自于顶部前方的一个关卡价格啊，上方还有1.32、1.34的高位等着美加。所以说，我认为美加当前的趋势来看的话，那就从这个压制线被打破之后，同学们注意看啊，这个地方冒了一个头。所以说，美加现在是一个依旧还是上涨趋势。我个人认为说在。短线上来看的话啊，在短线上来看的话，还是可以去做多的啊，短线上还是可以做，但是至于上不上得去，还得后市进行观测啊，还得后市进行观测。所以说，中线交易者在这个地方，我认为低位的回调再去买入它，就是回调到1.30啊，回调到这个支撑线的附近，然后再去做一个中线的持仓布局。当然，行情是往上做的，从下往上做啊。美加现在不适宜放空，这个位置不太适合放空。放空的话，你是在。上周加币进行加息的这个地方，第一时间触及到这个阻力位的时候，它是最佳做空的位置。那已经走上去的话，而且在趋势压制线附近全是大阳线上涨，这个地方是大阳线上涨突破上去。啊，周线上来看，周线上来看呢全是阳线，对吧？你看，其实加币是从一二三四啊，这是第五周的上涨，在周线上来看的话，它毋庸置疑是一个上涨趋势，没错啊，毋庸置疑是上涨趋势。所以说在美加的操作的思路上，我认为还是应该做多的啊。但是这个位置感觉做多的意愿也不是特别强烈啊，做多的意愿也不是特别强烈啊。做每日吧，每日这个结构看起来会稍微的清晰一点，就是单纯的上破上去，回调下来。美加这个地方，也是 AB 等于 CD 啊，AB 等于 CD。还不到啊，这个还不到 ABCD 啊。美加这个地方暂时先看多它啊，看多它不做多，看多不做多，观望一下。好，再看一看，再看一看，美指往上冒了个头啊，昨天往上冒了个头，今天又下来了。趋势还是在上涨趋势当中。不空啊！不空啊，美加不能空啊，我不建议空啊。同学们说画面总是迟钝，现在好一点了吗？等一下啊，
啊，稍微有点延迟，那我讲慢一点。我觉得美加现在还不太，原油还在下落的过程当中，啊不太建议大家去抄顶了。美指昨天有一个突破，就看今天收线，美指今天收线特别重要。日线当中的收线，如果它收阴线包下来的话，那有回调的风险，美指倒是有回调的风险，但是现在才中午。而且晚上有这个失业金的一个数据啊，看一看吧。美元在这个地方来看的话，还是看涨的，因为在我们如果从这个位置看，它是确实在高位。如果把它放大来讲的话，还是在高位。如果再拉小一点来看的话，它其实现在还是在低位啊，这个位置还不算特别高，就是还没有走到它98中间的价格。98这个地方是前段这一条黄金分割的618到50的位置，所以说美元整体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的位置来讲还不是那么的高。那言外之意就是说，往上走的话，其实还有走强的基，要走强的基础。那么我们如果在日内当中来观测啊，今天如果美指由于失业金申请的一个失业金的一个数据不太利多的话，美指可能会在近期会走一些回调。那另外的话，还有这个美国的大选行情。美国的大选行情，美指也有回落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啊，美指也有回落潜在的风险，所以说我认为单纯的来讲的话，今天日内如果美元收阴线啊，就像今天这个样子，像现在这个样子，它如果收阴线的话，那如果今天它收阴线的话呢，我认为还是有一些回调的风险的啊，所以说暂时来看的话，保持看涨。但是呢，一切还是要以今天1号的收线为主，因为明天还有非农，所以说相对来看的话，不需要去预测它，就一定会走个下跌。但是我们目前趋势是上涨，就根据当前的形势去交易就行。那美指还在上涨，略有回调，在回调的过程当中，非美货币反弹，我就逢高去做空它。OK，好，在。人民币我们不看，人民币涨得太多。欧元今天也有，欧元其实今天也看收线吧，今天看收线了，也是到了底部的一个支撑位置啊。欧元也是到底部支撑位置，这个位置来看的话，1.30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位置，下方破下去肯定是大的，再是一波大的行情。就基本面来看的话，欧元有下破的基础。同学们注意啊，从基本面上来讲。欧元有下破的基础，反转的可能性目前来看不太大。但是这个地方你去空的话呢，又感觉是空在了一个支撑地板的位置的话，你的质量可能又不太好。那么怎么看呢？就是第一，要么等待它反转起来，等待反转形态出现，我们再去做多，抄底欧元，建立底单啊。这个底单也是要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你不要一下子一个重仓进去啊，一个无手失手的做进去。那第二就是。等待它在1.30这个地方，基本面再次推进，使得欧元的下跌行情进一步被开启，再去下方去做空它。就是做空要等破位，做多要等反转明确。那反转明确，我们可以以日线图为参照。日线图当中，如果在1.30这个地方今天建立起双 K 反转形态的话，那它是有概率形成这种上涨行情的，对吧？有概率形成上涨行情，因为在前天来看的话，欧元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双 K 反转图形。你看大阳线包上去，大阴线下来，大再下来，大阳线，而且小阳线反转上去，但是它也是一个见顶的循环。那今天来看，如果在这个地方连续3天下跌，又来的话，哎，说明它在此是有支撑的，有支撑表明就是做多有获利的可能，所以说可以去适当的建立底单，但是不是现在啊？我觉得今天的收盘价是很重要的。啊，今天的收盘价是很重要。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万一下破怎么办呢？我刚才讲的下破是有基础的啊，它下破之后呢，下方的空间是特别大，1.31、1.13、1.12、1.10，甚至到1.1这个地方是都有可能会去到的。我们观看历史的话，其实欧元
对比15年的价格，这个地方其实还真不太跌，对吧？15年那时候美元走强的时候，那欧元最低都到，这个是16年啊，16年最低都到1.03的位置，最低都到1.03，所以说这个位置跟我们刚才讲美指是一样的，美指这个位置来讲也不太低啊，也不太高，不算高，欧元这个位置呢其实也不算低，所以说要做好防守准备。但是就讲的话，我认为可以。就是有顶部空单的，可以在这地方去做一个去做一个了结，或者是去留高位的底单啊，大多数都把它平掉，在这地方去做一个了结。另外呢，等它反转之后，可以适当的去建立底单。如果下破，我们就还是按照交易系统按照这个趋势，通过形态，通过系统找到方向去做空它，好吧？欧元啊，这是欧元。看一看这个欧纽到哪儿了？对，今天收盘价是很重要的啊！今天收盘价没有收盘，一切都是不太确定的，收盘才能帮助你更加确定对于行情的判断，100%确定啊！所以说它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收盘价会表示这个会。提示市场对行情的这个信心的程度，如果信心不足的话，收盘就它就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收阳线的啊。如果信心比较足的话，哎，它有多头的筹码和头寸持续在底部建立起来啊，机构啊，包括这个银行啊，对吧，持续的去买入的话，就表示市场对后期的反弹会有信心。所以说，收盘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好，再来看一看，再来看一看这个，看一看这个，天然气，我们看看天然气。咱们群里有交易天然气的吗？有同学喜欢交易天然气吗？这也是一个品种啊，我认为，它大多数时候跟原油走的趋势是相同的。油和气嘛，对不对？大宗商品嘛，大多数时候跟原油的走势是相同的。天然气目前的价格，我认为在还是在一个向下的顶部遇阻之后向下的回调当中。短线上来看，这个地方，短线上来看这个地方，我认为不太适宜去做单的。虽然说是一个在4小时当中一个非常密集的阻力区间，但是我认为交易的话，你必须在要么在顶部做啊，在顶部做。就好比说我们之前在4小时当中看到的蝴蝶形态，低点走到这。反转下来啊，但是这个反转下来的力度还不够啊，因为我们按照这个大蝴蝶来看的话，它其实第一目标在它的第一目标啊，在0.382的地方，其实还没有到啊，第一目标在0.382的地方，刚刚好还没有点到这个位置，所以说我认为在天然气的交易的过程当中，中长线来讲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再次等到高位去空它。等到高位去空它，逢高做空，1小时。日内短线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啊，也有一些做空的交易机会。没有交易这个品种的就不去做了啊。就如果交易的话呢，我认为在3.231的位置，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短线做空的交易机会。做一个1:1、1:2往下做也是可以的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日内还是偏空的，但中长线来讲的话，我觉得，中长线来讲的话，你是在高位去布局中线的空，在高位去布局这个中线的空单会好一些。天然气，好，再看一看比特币，看一看比特币。比特币其实在今年来看的话，特别是在3月份过后。那今年的3月份过后，它其实用这个震荡策略做是非常好的。另外，比特币其实在底部它用蝴蝶做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比特币啊，我们看在小底部六千啊，在底部围绕6300到6200啊，在这个区间当中，它其实走了很多，它其实会
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碎小线型的蝴蝶形态。你细心观察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些趋势当中，你看。这个点一个去这儿，啊，走了很多碎小线性的一个蝴蝶形态。目前的一个状况就是在底部盘整啊，没有方向。所以说，在这种盘整当中，我们可以去切换到一些。啊，切换到一些小的时间周期当中，比如说在底部，对吗？盘整，那我就可以切换到30分钟、15分钟当中去寻找这个通过蝴蝶形态去寻找高低点的一个走到乖离比较大的地方啊，逢高做空，走到底部啊，用这个蝴蝶形态去做多都是可以的啊。比特币是做震荡比较好，最近趋势它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整体的趋势行情基本上是今年的已经走完了，从一万啊，从2万对吧，最高到2万。这也是想象力很丰富啊，直接走到2万下来，这一波当中用趋势是做非常好的震荡啊，几乎在今年啊，在今年6到7个月时间以来，它都是相对的底部，哎，它的这个幅度越来越小，所以说接下来来看的话，比特币是可能会分化方向，要么是上行，要么是下坡啊，这个还得具体去看，所以说如果。那我们在交易当中，那如果发现比特币是往上破的话，就破掉八千。那你作为一个这种系统的交易者，你的这个顺势交易的系统就得拿出来用啊。如果是往下破的话，也是去运行你的趋势交易系统。那如果是继续在这个里面当中震荡的话，但是它随着这个三角形的一个敞口越来越窄的话，它的逐渐分化方向的一个时间节点可能会越来越近。啊，所以说，在现在目前阶段，你还是可以用震荡策略去做啊。但是，一旦发现它向上突破或者向下突破的话，你就去执行你的这个单边这个交易的系统啊，趋势交易的系统，用均线呢，对吧？或者用这个用海归呀、海归交易法啊、长签通道啊等等等等一些趋势性的交易指标或者交易系统，去等它破位之后去执行它。好，再看一看，好，给大家一些时间提问吧。现在已经到了1点钟了啊。英镑，我看看英镑，今天没有讲英镑。英镑昨天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蝴蝶形态，日线图当中是一个蝴蝶形态。但是为什么没有让大家去抄底英镑？是因为对当前趋势啊，当前一个下跌趋势的一个这种那完整的，所以说在底部没有让大家去建立这个逆势的多单。但目前来看，我觉得英镑有没有反转，我认为还是不太。确定啊，就是1.29，起码1.29关卡没有上破，现在是在1.2850啊，1.2850前方的一个支阻护框位，那前方的一个支阻护框位，所以说啊，尽管有一个底部的一个微型的反转，走了150点，但是这种反转它是否可持续？关键问题是否可持续？啊，日线上来讲的话，底部的反转形态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标准吧。就是我们看这种吞没反转的双 K 反转的底部，它也没有特别标准，所以说英镑来看呢，我相对来讲还是持有一些保留的意见啊。就这一波反弹，它是否可以演变成反转，一定是需要来自于基本面的推动啊。英镑如果是没有基本面的推动，它是很难去走这种反转行情的啊。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主要的基本面的推动力量就是来自于。这个脱欧的谈判啊，另外是来自于欧洲区问题的这个解决，是否能帮助英镑在此基础上去建立一些反弹的基础啊，在基本面上去建立一些反弹的基础是非常重要。所以说，从英镑这一波趋势来讲的话，我认为暂且不去做空它啊，暂且不去做多，我们
暂且不去做空它，我们先观望一下它的反弹的一个是否可持续性。如果可持续并且突破1.29的话，我们就去反向去建立阴报的头寸。啊，哪怕不做在底部，在趋势反弹加速开启的上涨过程当中，去加入到它的这个趋势交易当中去，啊，这种反转趋势当中去，也未尝不可。啊，并不一定在交易就一定要坐在底部，好吧？这是英镑啊，暂时不要做空啊，这个地方暂时不要做空。我认为做英镑做空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有一些也不太好啊。大阳线过后就尽量不要去避免反向去建立头寸，特别是在这种周期性比较大的一些。啊，品种上，比如说在日线图啊，4小时当中，如果出现这种大阳线上涨，尽量的不要反向建立头寸。啊，我们之前讲过。好，这是英镑。刚才讲了不多的原因是有几个，是因为它，因为昨天美元是有往上突的，对吧？美元在97是有往上突破的。昨天英镑在形成蝴蝶的时候，美元是在往上走，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顾忌啊，会有些顾忌。另外的话，在昨天消息面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英镑又没有反转的迹象，所以说没有去建立它的多单啊，没有建立它多单。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它如果是真反转的话，它一定会突破掉1.29、1.30这些关卡价格，那个时候我们不太晚啊，其实也不晚。对，昨天英镑比美元还强，但是如果你去看大趋势的话，看大趋势，它当然没有美元强啊，对不对？短趋势来讲，有消息驱动啊，比美元要强。所以说，它这种强化如果是不太可持续的话，它还是会继续探底的啊，我认为还是会继续探底，先看一看吧。美日，看看美日。啊，每日，哎，这是标普，每日，每日我们刚才是，每日是在这个112点这个8.850是做多了啊，做多了每日，带了一单，那这个带单的一个具体的交易思路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种关卡价格的突破。关卡价格的突破，结构的回踩，对吧？关卡价格的突破，结构的回踩，那顺势去做多它。OK，止损呢？止损是112.4449啊，两个目标。第一目标呢，在前天的高位附近成立1:1的盈亏比啊。第二目标放在上方114关卡价格。OK，大概是1:3吧。至于能不能走上来，再看。啊，谁都不知道能不能走上来，就是走上来之后，我知道该怎么处理，就跟我们在昨天去做这个欧澳和欧瑞欧纽一样，是吧？我不知道它走下去，但是它如果下破之后，我该怎么去处理，我是知道的。啊，今天也可以分散啊，分散这个去高空黄金，或者是低多美日啊，分散到2个品种当中，其实都可以。非美货币当中呢，不要空哪个呢？不要空欧元，不要空英镑，说错了啊，欧元是可以空的啊，不要空英镑，不要空澳币，啊，可以空的呢是黄金、日币。还有瑞郎啊，这几个是可以空的，买强空弱嘛，对不对？现在比较强的是英镑比较强，商品货币比较强，啊，这几个比较强就不要去空它啊。非美货币当中，我们要在筛选品种的时候，也是要去空那些比较弱一点的啊，空那些比较弱一点的。是的，这是一个好的形态，好的形态。但是我没有做啊，我个人是没有做的，我自己是没有做的。
这个应该不是蝙蝠啊，这个形态来看的话，应该不是蝙蝠，因为蝙蝠它的回调幅度会小一些，会小一些。看一下它是不是蝙蝠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加特利形态，应该加特利形态。为啥没做？刚才讲了原因啊，讲了原因，因为突破的是吧？美指有突破，然后呢，英镑昨天在走到这儿的时候，它没有消息面出来，所以说也没有做啊，没有做就没有做吧。就我个人说想去说等它反转的一个这个现象再更加明显一点的，破个1.29什么的，是吧？再破个1.3，对吧？再去做其实也不太晚。啊，做了的话就在底部去建立头寸了，是吧？在底部去建立这个底单，啊，往上走，慢慢的去把它去加回来也可以，随着行情的一个明确再把它加回来也行。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差不多了啊。脱钩消息出来的时候出掉了也可以。好，那今天咱们就啊，今天就讲来讲的话是今天的思路是买强空弱啊，今天思路买强空弱，美元还是走多头没有变啊，我的观点还是不变，美元走多头，但是在筛选非美货币去空的话，要注意一些啊，有那些消息面带来的波动的，对吧？消息面带来波动的一些货币，或者是有这个反转比较强的货币，尽量避开最近的一个反转，去做一些比较弱的货币，好吧？思路还是以整体做多美元为主。OK，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祝大家交易愉快。昨天的一个欧元的空单继续持有啊，刚才讲的是平仓之后去设置一个具体的止盈的目标位，然后去形成一个全部的了结离场，好吧？那我们明天下午再见，拜拜。后天见啊，好，后天见，后天见，拜拜。